现在怎么办？你的伤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尸体怎么办？我会想办法藏好的。一会儿我们在海军司令部碰面，你先回去把伤处理一下。 一个见过你的日本战俘跑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田魔黑听见狗叫，去关押战俘的村屋一看，人就已经跑了。这个人叫做川城秀树，他在军政厅见过，行星队里有他。如果他能赶得上最后一班从大屿山来港的车，这会儿应该就到石宝山了，天亮就能到九龙。他头上有伤，大体的特征我已经告诉唐风了。我已经派了很多个兄弟们守在了各个码头，但愿能把他拦住吧。小峰，要是万一我们没有把人给截住，该怎么办？小峰这样，你现在赶紧去通知军政厅和你单线联系的那个同志，如果这个人跑到军政厅去报告，第一个暴露的就是他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。 这么晚了，去了哪里啊？我刚从株式会社回来，整理了一些报表，所以一直在加班。是吗？我原本以为株式会社的工作是比较清闲的，可是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忙碌。我听说你们天天都在一起。 而且相处得非常融洽。当时叶冲他求我把你留在他身边，我答应他了。你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可以在他身边监视他的一举一动，随时都可以让我知道。可是你呢？你没有。 莫名其妙的电话，莫名其妙的小庄，看样子你该到电话局去报修了。
是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看好叶冲，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从报社的关系那儿打听到消息，清泉把全香港的电话和电报都进行了监听。糟了，姐夫，电话打了吗？打了，但是电话那边没有声音，我就没有示警。怎么回事啊？等等，老叶、小峰，你们还记得湘江之前用来通知同志的那个方法吗？寻人启事。老魏，你跟小峰赶紧去。好。来了。你好。啊。叶冲不在家吧？收拾得很干净，一尘不染。既然叶冲不在，姑娘，我们坐下来谈谈。啊。您想喝点什么？我倒给您。啊，不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姑娘，你平时在家里面都做些什么呀？之前是配合叶冲的工作，现在我给他做做饭，完成他布置给我的功课。那你是打算就这样陪着他一直过下去吗？他需要我，我就留下来。如果有一天他不需要我了，我随时可以离开。姑娘，你是不是爱上他了？是。好，我喜欢你的坦诚。您今天过来是想让我离开他？想多了，叶冲这个孩子从小就没了母亲，所以他在情感方面不是非常敏感，但是我能看出来他离不开你，因为你的存在他改变了很多。我们是互相改变。互相改变。既然他不在，那我就走了，希望我们还能见面。你们在做什么呀？我们刚刚从海军司令部偷拍了一些密码本回来，小张正在洗呢。叶冲，你姨父来过了。他来干什么？他问了我几个问题就走了。问你什么？问我平时都做什么，是不是爱上你了？我说是。叶冲，为什么密码本会是唐宋新选？这不是你和檀香之间专用的密码本吗？那个用于作战的密码本
居然和你和檀香使用的一样，这清泉还知道多少？这简直像一个圈套。不对，檀香已经在上海遇害了，他的密码本可能会失窃。但居高声自远这句话，不是檀香亲口告诉你的吗？没事，你们都先不用担心。 在没有搞清楚事情到底怎么样之前，我们还是需要拿到完整的电文再说。我还要跟清泉去吃饭，我先走了。 到了香岛也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你对你的未来有什么打算没有？你是我们清泉家族的成员，也是我一手培养出来的孩子，你的能力我是了解的。可是现在在香岛这个小小的地方，在电讯科不会有太大的出息。如果对未来你有什么想法，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。我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。好啊，来。一定是遇到什么事情生气了。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你说出来。父亲，我特别不理解，这次监听行动为什么要派宫本来临时支援？他在停职。 而且他之前的失误还没有解释清楚。是，你说的对。宫本在这之前是有失误，可是正因为他有错误，我才应该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来改正，对不对？更何况，宫本犯下的失误并不是宫本本人有什么问题。我这么说，你们能理解吗？没错，您说的对。监听的行动。 现在还顺利吗？昨晚发现可疑信号，判断是抗日分子在香港的内部活动，结果我们到达抓捕地点，宫本君连审都不审，直接将那些可疑分子全部击毙。父亲，你觉得这样的人适合当负责人吗？是我下的命令。为什么？对于宫本君。 他的工作能力还有他的审讯手段，想必你们比我还要了解。他制造了很多的刑讯工具，目的是什么？摧残人的肉体，从意志上消灭敌人。可是现在这香岛变成了什么样子，你们也清楚。中国人放弃抵抗了吗？他们的抵抗组织就此消亡了没有？可审讯是最基本的流程。 正因为基本的流程没有起到作用，所以我们才应该废除它。用新的机制代替，只有换成了新的机制，我们才可能取得新的成果。比如说，电讯监听。可我还听说，您让宫本在军政厅之外执行其他任务。你还在外面听到了什么传言？可以都说出来吗？他在设计抓捕秋蝉。 叶冲，你听到过类似的传闻吗？在香岛的谍报机构里，每天都有很多人说自己一直在抓捕秋蝉。我觉得这种消息并不是特别的可靠。可是他们，春子，你不是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谈论工作的事情吗？我们好不容易可以在一起吃一顿饭，你先把工作的事情放一放吧。是，把手上的事情都放一放。 我想，也许是大家前一阶段有点过于疲劳了。可是现在，电讯设备都已经安装好了。春子，明天你也好好的休息一下。叶冲。
你陪陪他。好啊，春子，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对啊，我差点给忘了。春哥，亏你还记得。我当然记得了，不如我们办一个生日宴吧。我们都不喜欢热闹，我们就办一个简单点的好了。不，既然举办。 这个生日宴就一定要隆重，把香岛方方面面的朋友都请过来。我看，就在松原酒店的宴会厅，搞得热热闹闹的。春子她喜欢热闹。谢谢父亲。春哥，你想好送我什么生日礼物了吗？先吃饭吧，这是秘密。不要，我现在就想知道。 哎呀，反正就我们三个，你说吧。春子，其实叶冲从小就喜欢保守各种秘密，也许明天他真的会在宴会上给你一个惊喜。还是您最了解我。既然是秘密，你就放心吧，绝不会让你失望的。 来，为了惊喜。这一晚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意外杀死佐藤是叶冲这几年最难以把控的局面了。而清泉又先后找了小庄和何英，刚才饭桌上的对话，也绝不仅仅是试探这么简单。也许明天的酒会。 是叶冲找到完整情报的唯一机会。怎么样？我提议，明天给纯子办一个生日宴会，清泉已经同意了，而且他自己提出的，要在松原酒店办。明天我会在宴会上拿到所有的情报，你按照约定的时间，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，我把情报给你。还有，你要帮我把何英送走。为什么要送他走？ 我怕我没有过多的精力分担出来，却好好的保护他。你想好怎么跟他说了吗？我会告诉他，组织上有一项特殊的任务，是需要他帮我送到延安。他会信吗？我会让他相信的。你拿到情报之后，带着何英一起去找赤城，让赤城通过港九大队将何英送走，再把情报传出去。 见到池城之后，你告诉他，我就是秋山。为什么由我转达？我跟他不能直接接触。小冲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把佐藤的尸体放在哪儿了？这件事会不会败露出去？这件事已经解决了，我会让陶宗博的事情重演一遍。 过不了多久，宫本就会遭到全城通缉。你别给我打马虎眼，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到底怎么计划的？宫本已经回来了，而且他投靠了清泉。清泉现在统领着海陆两方面，以及经济。佐藤对他恨之入骨，一直想拉着宫本一起来对抗清泉。自从上次停职，军政厅人人都知道。 宫本一直记恨着佐藤，用一台录音机加上一个私人物品，想在佐藤的房间里制造一个假象根本不难。况且，对于自己投靠公敌的死，你觉得清泉会查吗？这个逻辑没问题，但是你确定你把一切都计划好了吗？你怎么到了关键时刻总是这么婆婆妈妈的？ 我不是婆婆妈妈，因为最近突发事件实在是太多了，我担心你的安全。只要你明天晚上8点准时出现在约定的地点，我会亲自把情报交到你手上的，你再帮我把情报传出去。这样的话，我们两年来的潜伏才没有白费。日本人要绝地反击，这就是我们快要胜利的信号。相信我，这次的任务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 好。
明晚8点，我在酒店后门等你。 小庄哥走了，走了，刚刚走的。是不是有什么新的计划？不是新的计划，是新的任务，需要你去完成。我？组织上决定派一名新的同志去到延安，送一份重要的情报。去延安？没错，这次组织上需要一副新的面孔，还要具备坚定的信念。 想来想去，我跟小庄都觉得你最合适了。那我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回来？还有，我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明天我就安排小庄带你到池城那边，池城会安排港九大队的人送你直接去到广州，从广州到重庆，最后再到延安。情报我会直接给小庄的。明天？可是我什么都没准备呢。
我们已经把密码背书密码本到了延安之后，转输给组织，一个字都不能错。今天白天，你到这个地址去找我，我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配合我来完成。 哎呀，等急了吧？没事。来，这是给你的。送给我的？嗯。谢谢你。这是什么呀？给你定做的旗袍，你一定会喜欢的。快去换上吧。 真的挺适合你的，快坐下吧。老板，啊，旗袍换好了，好，新娘子，坐正了啊。好，往里靠点。准备好了啊，来，新娘子笑一笑。 这么多漂亮的衣服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哎，爸爸，您看我是穿这一件呢，我还是穿这一件？你身上这件好，是吗？可以更加衬托你的气质。好吧。 一场生日晚宴，可是我在你的脸上看到了婚礼的喜悦。爸爸，你就别挖苦我了。就算是生日晚宴，那也是冲哥主动要求为我庆祝的。我这个就算是女为悦己者容吧。是。而且平常都穿军装，好不容易穿一次自己的衣服，我当然要好好打扮。你告诉爸爸。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，准备要嫁给他呢？当然了，那是我最大的愿望。我的人生会从跟他结婚的那天起开始改变，那才是我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其实，爸爸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非常内疚，把你卷入了这场战争。 但是爸爸现在可以答应你，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，我一定会给你办一个这个世界上最豪华、最让别人羡慕的婚礼。谢谢爸爸。爸爸，你说冲哥会跟我一样开心吗？清泉家族的姑娘，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有资格嫁给他的人。爸爸替你把项链戴上。
これが頭頂部の提供した最後の容疑者です。残りの選ばれた15名は厳重な監視下にありますが、他を解放する必要は再現します。しろ諸君には再現する。はあ、说不上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最后一晚，说不上。我真的不知道。你说做啥？你，哈根，佐藤将軍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。先日平行会館に行かれるとき、こっち頃に迎えに来いと言われ、会館にいたのですが、飲み過ぎて人に送ってもらったと言われたが、家にはいなくて、軍政庁にもいないんです。あ。わかった。はい。よし、捜査。ここは俺に任せて、これを頭頂部まで。はい。人的怀疑已经让叶冲无法进一步和他接触，而他手中的情报
则是叶冲此番来香岛的首要任务。也许此时正是用秋蝉换取情报的最佳时机了。春子，你漂亮吗？冲哥，谢谢你为我准备的一切。这有什么好谢的？你知道吗？父亲刚刚已经答应我们在一起了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你能不能猜到我送你的生日礼物是什么？每年不都是一样的吗？今年可不一样。拜拜，谢谢你。今天的舞台是为你做的，还有来的这些客人也是为你请来的，因为今天是你的生日。春子，上去跟大家说两句。みんなありがとう。今日私の誕生日会に参加し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。本当にお父様への感謝は言葉では表せません。一番尊敬している人であり、帝国で一番偉大な軍人でもあります。在这儿干什么？